起立。这里有佛像。我们的佛像就在我们师父的课桌上，请向活菩萨圣像行三问讯，你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授课法师行三问讯礼。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大家请坐。好，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大制度论，根据后官院长的讲义，我们讲到第230页，第230页的下面有没有第八？八，一切众生皆得等心相视，有没有？这里那这个第八是从哪里来的呢？就要往前要往前去推这段讲的是第217页的刮胡五第六震动，有没有看到？那如果对照我们的科判表会比较清楚科判表呢，我们的旧版是34页，我们的新版是28页，28页，也就是第有六种震动，是第五个什么这种神变因为佛陀现八八现神变嘛在前面的一页，也就是在旧版33页新版呢，那么27页因为佛陀现了八
八种神力，有没有？刮胡一啊，刮胡一是出什么？出身份光。第二呢，出毛孔光。第三呢，就是进入第八卷啊，视障光相，有没有？也就是现常光相。第四呢，现舌相光。我们现在讲的第五啊，是第六震动，大地六种震动。大地六种震动呢，第三十五页旧版了哈，因为我们以前没有编一二三四五，比较不容易看这个科判表，所以我们的新版呢就把这些一二三四五都写上去了啊。那么从佛入狮子游戏三昧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三十六页的八啊。那如果是新版呢，就是第三十页啊，也就是大地六种震动讲得非常的长哦，讲到第八了，这样知道吗？哈、哦，就可能请各位稍微对照一下哈、哦，不然的话，因为大智度论实在是很大的一步哈、哦，如果没有点科判表的话，我们可能就好像跑到森林里面去呢，见不到林相了哈、哦，只见树而不见林呢、啊，那科判表帮助我们见什么？见林相了哈。哦，好，所以这个是第五啊，第五个神变啊，八种神变里面的第五个神变里面的第八项啊，第八项。那一直到第八项就是最后一项了啦，啊，最后一项。好，所以我们回到第230页啊，因为这是第八项啊，第八项。一切众生皆得等心相视，有没有？那这个是经文啊，因为是我们大智度论是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嘛，对不对？啊，摩诃就是大，般若是智，对不对？啊，波罗蜜是什么？度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如果把它翻译成意义的话呢，就变成是大智度经。哎，好，那大智度论是在解释大智度经，这样子啊，解释大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嘛，对不对啊？那所以呢，这里引的经文是不是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的经文啊？然后来做解释。大智度论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经文很少，然后就解释很多很多，是不是啊？因为龙树菩萨哈、啊、都是非常非常详细的在解释这些经文啊。好，所以我们第230页哈、啊，第230页的下面有没有啊？这段经文就讲到一切众生皆得等心相视，有没有？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如姐如妹，亦如亲亲啊，极善之事啊，啊，是时众生等行十善业道，啊，静修梵行，有没有啊？无诸暇秽，淡然快乐，譬如比丘入地三禅，皆得好慧。持戒自守，不饶众生，是不是这段经文啊？是这段经文。然后呢，在第231页的上面，是不是就开始有论的本文？论就会一句一句的来解释，这样看懂吗？啊，首先第一个刮胡一是在解释一切众生皆得等心相视，有没有？这是我们经文里面的什么第一句话啊？等心相视啊，又分了阿拉伯字的一二三，所以非常的详细啊，非常的详细啊。好，那么那个有方框框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科判表里面根据的文字，而这些方框框也等于是把这些经啊论的本文去做了一个浓缩啊，
哦，做了浓缩，哦，说第一个阿拉伯字的一，与一切众生中无怨无悔，相视如父母，名为什么等心，哦，因为这里，哦，我们看到了一个等心，有没有？那何谓等心呢？啊，其实也就是对所有一切众生都非常平等的来看待。啊，我们常说要愿亲平等，有没有？愿亲平等，不管是愿是亲呢，啊？啊，为什么会愿会有愿有亲？其实跟宿世结怪的因缘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哦。哦，但是如果我们这辈子有机会学佛，是不是就要去改善了，啊？不要过于怨，也不要过于亲，因为要不落二边啊。哦，过于亲呢，我们的执着啊会起贪爱啊。哦，那个太过于亲的话，是不是会贪爱？过于怨会怎样？会嗔恚，会嗔恚。哦，那贪爱与嗔恚是不是都是烦恼啊？哦，我们的烦恼是无明，那要用什么呢？要用智慧的光明来照破无明黑暗嘛。哦，所以呢，这个中道不二，哦，波瑞讲的是不是就是因缘法啊？哦，其实波瑞讲的是因缘法，所谓的因缘法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去超越世间的相对的两边的现象啊。我们有怨有亲呢，有怨有亲是已经是一种结果，是宿世结以来结的善缘，可能就会比较亲，结了恶缘是不是会怨呢，啊？哦，那怎么办呢？因为我们会情执在什么向上，所以要怎样以智导情。我们执着在相，那这个智要怎么导呢？就是要导在什么因缘，也就是要导在什么呢？法性空慧，也就是什么波瑞的智慧啊。这是不是就是波瑞智慧性空？波瑞智慧，我们会情执于现象嘛，啊？哦，那怎么办呢？要用因缘来观。怨跟亲呢，其实没有什么，没有明显的界限呢。我们有时候过于亲之后，我们对，比方我们对孩子非常的亲。亲到我们对他就，抱有很多的期望，当他没有照我的期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非常生气呀，啊？我们的生气会不会比对一般人的生气还高一些啊？因为我们对他有所期望，有所求嘛，就会有所什么失望，哦，所以呢，我们要用因缘法。为什么要用因缘？因为因缘充满了空性，也就是性空的这个。空性就是在否定什么自性妄执啊。那何谓自性妄执呢？我们就是一直以为它可以是单一不变实有的什么主宰的这种特性是怎样，是不存在的，而我们一直以为存在，所以我们这个空本身是一个否定式的符号。那因为否定这种特殊性，这个是一种很特殊的特性，而且是我们与生俱来都一直在追那个单一不变的那个基本的元素，哦，或者是我们想要去掌握住的东西，而其实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呢。佛陀告诉我们说，这个叫做性空，否定特殊性等于什么平等性。空性等于平等性，能不能接受？
所有一切因缘都是平等平等的，透过身观因缘法的平等性，能够去改善我们用肉眼所看到的现象。要身观因缘法的平等性，叫做慧眼。我们的慧眼呢，要透过什么？第六识。我们现在听经闻法，要透过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之外，是不是关键在第六识啊？听得懂与不懂，那是什么？第六识哦。啊，听不懂没有关系，起码我们起善念来到这里。听得懂，就是能够修智慧。所以我们的智慧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因缘法。来自于因缘法是透过第六识哦，不是用肉眼看到的。我们从肉眼看怨跟亲，是不是都很不平等啊？哦，看到亲的人，哇，搂搂抱抱，是不是？看到怨的人，简直嗤之以鼻啊！哦，连看都不想看，一看了，一见就讨厌，再一见就伤心，三见了就，是不是那种怨哈、哦？会觉得真的也没有，不晓得该怎么从嘿，不知从何说起啊。啊，这为什么不知从何说起？因为过去结的因缘不好，结了恶因缘，这辈子真的也从来不认识，看到这个人就是不顺眼，我就是讨厌，就不爱。这样能理解吗？所以我们不能太相信肉眼，因为我们肉眼只会看果相，我们唯有第六识，透过现在来听经闻法，是不是就是在理解因缘啊？哦，透过理解因缘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其实因缘是平等的。为什么会亲呢？我们结出来的缘、哦、是生的，其实这是缘生缘灭的问题、啊、是因缘的问题，是因缘的问题。其实怨亲，怨与亲的因缘它是平等平等，能不能接受？在因缘上是平等的，只不过结出现象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平等。我们现在要从我们看到的结果的不平等，再回头去理解因缘的平等，是其实是在说服我们自己哦，是在说服我们自己要跟他结好缘。如果啊、哦，如果太怨的，应该是不是跟他要结善缘啊？太亲的呢，不要起情执啊，不然太亲的话，我们对他的期望啦、啊，或是什么那种。那种情绪上也会高低起伏的比较严重。好、哦，总说，其实我们凡夫落于二边嘛，而落于二边就是情执，哈、哦。那么以智导情，就是让我们能够去感受到，啊、哦，佛陀教我们要怎样，要不落二边的这个不落二边，是在讲这两者的平等。这个否定式的符号不只是空，不也是，无也是，非也是，不无空非，是不是都否定式的符号？都在讲性空，都在讲因缘、哦、这个才叫做中道，这个叫做中道不二。也就是中观系统，中观也是善于在讲因缘法，这样能不能讲，能不能理解啊？哦，所以我们所讲的愿亲平等，它是理性上面的，不断的在说服我们自己，而不是感性上面说，哎呦，明明愿啊，明明亲，要把这种我感受上很大的起伏，要把它哦，等于说要动现象来说服自己是很难的。我们要用什么？要用因缘来说服，这样理解吗？是我过去跟他结的因缘好与不好，善与不善呢、啊？啊、哦，那继续的因缘呢？哦，也不要偏，就是说不要是落于二边呢，就是要比较平等平等的，执着要少一些。哦，就算我亲也不要执着的太深，就算我怨也不要怨的太深了。是因为因缘，所以。佛陀教我们的是理性的去放下自信妄执，我们常会觉得，常讲说放弃哈、啊，放弃跟放下不一样啊。好、哦，
在修行的果位来说的话，是透过理性的放下。如何到成佛，其实是透过放下，是理性的放下。如何放下呢？它的关键就是性空，透过性空才能够不断不断的向上啊。性空，因为有性空的观念，我们才有向上的机会，向上的这个好像在爬楼梯一样，或者有搭电梯的机会之类的，是透过性空哦，是透过因缘法哦，是透过因缘法。那什么叫放弃耶？不一样哦，放弃是在现象上哦，这个孩子有够没想到，我给你放弃啊。有时候我们教孩子是不是教到气得要命啊？啊，其实我们是为他好才教他啊，又为他好啊，又气得要命，所以我们就放弃，我不要教他了，我不要教他，是因为我们对他有所期待嘛，他不能顺我的意，我放弃教他这件事情。但是一段时间我们又不安心了，我怎么能够不教他？有没有？会不会这样想啊？又想要把 Q 起来给我嘎，嘿，孩子哦，都不是物件，讲让你等你又扣起来，等你又扣起来。放弃就是很情绪化的，因为我们都用现象来思考的时候，就会用放弃的方式。放下不是放弃，放下是理性的，是透过法性空慧来的哦，透过波瑞自信妄执。其实我们最深的还是自信妄执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对孩子的期待越高，我们的那种给孩子的压力会越大，是因为我们用现象来要求。哦，在现象上是有压力的，但是如果化为因缘，就能够舒压。我们能升观因缘法是可以舒压的。我只问耕耘，我不要问收获，收获是自然来的，它是自己会排列组合出来的。我如果不断的教，不断的教，过程当中当然会起伏，它当然不一定马上都能吸收，但是我从来不放弃，我一直教一直教，我也无所求的教，但是我起码我尽了我的什么责任，对不对？我身为父母，身为师长的责任，我是不是要不断的教，不断的教？教的本身，不断的教的本身是在种下因缘啊。他的成绩如何，他的做人处事是不是也是一种结果啊？哦，我们不是马上追结果，那是要非常长久的事情嘛。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呢？哦，要影响人是很长久的事情，要维持的这么长久，其实要用什么？要用放下自信妄执才可能长久。菩萨道上也是，菩萨道上更是哎，生生世世哎，生生世世哦，放下才能向上啊。我们放下自信妄执，才能向上提升我们的修行果位。所以必须要升观因缘法的平等性，这个就叫做法性空慧，这样能理解吗？我们的愿亲平等是非常理性的，知道愿与亲的因缘来讲是不是平等？平等啊，每一个人的因缘都是平等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呈现出不同的现象？在一个团体里面的分量，大家是不是各有不同？对这个，对一个团体分好，我耕耘的越深，分量是不是自然越重？那是自然的，不是谁去封，好，不是谁去指点出来，不是，是不是自然汇集出来啊？哦，在一个团体里面越没有分量，是因为他越怎样，他花的心越少。一个人发心很大的时候，他的分量是不是自然很重啊？哦，我们有个居士是，哦，十年来每天只要来到这里，第一件事情他就是去打扫净房。一下课他就赶快去打扫净房，
你说这样的居士，他分量重不重？重。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敬重他，这种敬重是不是他就因为他发心在这上面，而且是长久的心，不是才两三天哦，一两年呢？他十年以来，在这个之前，其实他已经结缘来到这边，他还继续，这十年来几乎都是这样。所以他的发心，好，这就因为他的发心，他耕耘过的，所以他所获得结果，是不是大家都尊重他？只要听他有事，是不是大家都想帮忙？有没有？那这个是不是，如果是扫净房这件事情，其实对大家都是平等的。但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那个什么，习性啊，或是什么，大家各有不同啊，啊，所以现象上是不是就各有不同？好，当然发心也有很多种的发心，啊，那总说这个是举例了哈，举例就是说，他发的心越长久越深远，那么他自然那个结果现象上是不是就越受到尊重？那在因缘来讲，大家都是平等的，这样理解吗？因缘是平等，造成的现象不平等，那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排列组合出来的结果，这样能不能接受？所以我们的怨与亲是不是也是我们自己排列组合出来的一个结果的现象？想不想改善呢？啊，佛陀也说要无我的精神嘛，要用无我。无我本身也是理性，有我是很感性的哦。有我就很想主宰一切，有我就会想要大家听我发号施令，有我的时候我就很想长生不老，尤其皇帝，对不对？但是没一个成功的，哎，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无我本身是非常理性的，知道我是没有主宰的能力的，我不过只是众缘合出来的我，也是众缘离散中的我。那我能不能去接受众缘离散中的我，乃至合不起来的我，就死亡的我，是不是也是必然的现象啊？哦，所以透过因缘，它是非常理性的来处理我们感性上的现象问题，才可能从无明烦恼而能够获得佛陀教我们的啊这种光明的智慧。智慧本身是光明的，所谓佛陀教我们的这种宇宙人生间的游戏规则啊，游戏规则本身就是真理法则。我们因为人生的游戏规则搞不清楚，我们才看不懂人生，才抱怨人生，是不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懂得游戏规则，我们是不是就会接受那个现象啊？哦，所以因缘它是游戏规则哦，哦，就像看球赛嘛，哦，甚至要打麻将、打扑克牌，是不是都有游戏规则啊？如果不知道游戏规则，我怎么去进行啊？对不对？哦，所以呢，我们都在人生当中，但是，哦，我们就应该要怎样？要学得认识人生的游戏规则，哦，要能够解脱超越的话，就是要透过中道不二。中道不二，波瑞，中观，中观专门就是在讲中道不二。哦，因为落于两边都是容易起烦恼的，而不落二边是因为它平等，平等才会不落二边，不然的话我们都会有所选择。如果怨与亲，我们喜欢选择什么？亲，对不对？讨厌那个怨恨的人，不要，拒绝，但是实际上我们又拒绝不了，哎，所以我们经常在抄什么冤亲债主，就是数世纪以来跟我们结过恶缘的人，他最好不要出现，纵然他出现我也很想改善哦。但是当然改善有很多的方法，智慧是非常直接的，这样理解吗？在智慧上啊，我真的碰到了，我碰到了，我要接受。那我接受呢，我要用善的因缘给他，要发出善的因缘。所以慈心观呢，慈心观是不是就是在观我们的亲的人、中等的人、怨的人，我一律都是在祝福他，
幸福、安稳与快乐。众人愿的人哦，所以我们要发出这样子的磁波啊，心念是会感哦，会感召、感应的。所谓这种心念发出去，其实是我们的善念种进去我们的七八两识了。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七八两识的一个因缘的黑盒子嘛，这因缘它本身是有能量的，虽然看不见，其实我们那个是最大的能量。哎，因为七八两识让我们生死流转呢，你看那能量有多大，我们的色身反而能量小，哎，不过只是用个几十年上百无几，现在听到九十几岁都觉得很高寿啊，对不对？上百无几啊，有限有量哦。所以我们佛弟子见了遍都说无量寿无量光阿弥陀佛，有没有？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无量光，其实是在祝福我们的法身慧命的无量寿无量光，讲的其实是我们七八两识的因缘呢，能够不断的延续，让我们的福报因缘智慧资粮能够不断的去累积哦，在修行的道路上要走得正确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好，所以在大智度论哦，因为解释的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嘛哦，所以重点是不是都在般若上头，这个就是属于性空为名系哦，性空为名系专门在讲因缘哦，专门在讲因缘。所以这里的等哦，就是一种，这也说它名为等心，就是平等心。我们的平等心可以直接从理解空性转化为平等心来哦，从慧学上面的哈，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第六识的那个可塑性最高，当我们明白理解的时候，我们的抱怨还会那么深吗？是不是就要慢慢调啊，要慢慢调啊，那个亲也不要，也是要慢慢调哎，哦，因为亲容易起执着，也是容易起贪爱执着，怨会起什么嗔恚，这些都应该要去调，因为两者不平等嘛，是不是不平衡啊？啊，哦，要把它调得平衡啊，不落。为什么不落二边？因为二者平等才会不落二边。我们平常都是二者不平等，都找我们爱的喜欢的，是不是？但是我们拒绝不了我们不喜欢的，我们喜欢生不喜欢灭，但是我们拒绝得了灭吗？拒绝不了，缘生后必然缘灭啊，所以呢，不是等到我们要去接受另外一个不喜欢的，而是在过程当中，这两者是不是就要去调整啊，要去把它调得平等一些，当然不是马上就能够平等啊，能够验证到平等那就是圣者的境界，因为我们都还一直调不过来，所以就沦为凡夫啊啊，所以自己是不是凡夫就从这些自己来鉴定啊，所以圣者自证哦，圣者他能够超凡入圣的圣者自己会清楚明白，所以修行是让我们越修越明白啊哈，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如果还糊里糊涂，表示我们还是凡夫，就不要想要马上立刻成佛一步登天，这是不是都不可能啊，我们应该脚踏实地的哦，真的修行真的是点滴点滴的累积啊哦。好，所以第231页哈啊，这里会有问约答约哈，也是那么论主啊设问自答，那论主的设问往往会从外道的角度啊，从佛哈，从这个不正知的方式来问，然后他的答就能够用什么正知正见来回答，是不是哦，啊，用中观哦的方式来回答哈，好，所以呢，这里就问曰说：是诸众生未离欲无禅定，不得四无量心，云何得等心呢？啊，哦，我们一般的凡夫众生啊，尤其我们都是欲界的众生
哦，所以呢，未离欲啊，哦，都在五欲当中打滚嘛，哦，那无禅定，我们又很少修禅定，散乱心，哦，散乱心很严重，对不对？哎，真的要好好的，哎，把心定下来，真的不容易哦。光是每天早上哈，比方我们说要做一种运动，要600下。哎，光这样的600下要持久下来都非常的难。常常我看到哎，某个人在这600，更不要讲600下，20下、30下就开始，哦，看到什么又讲到什么又想到什么了，很难呢。我们的心光是要坚持这项都不容易哦。哎，所以我们是无禅定，哦，又在欲界当中。所以我们根本不得四无量心是什么？慈悲喜舍，哦，因为这种平等心其实就是透过慈悲喜舍舍心来的。慈心是娱乐，悲心是拔苦啊，哦，喜心是随喜啊，舍心是放下执着啊，放下执着。放下，哦，如果最深，所以舍心它本身还是有慧的成分，那个舍心其实也是放下自性妄执才可能平等啊，哦，我们都还没到这样的一个，哦，都是欲界的众生，又没有禅定，又慈悲喜舍又很不足，云何得等心，哦，当然论主他不一定站在外道立场了，有时候也等于在为我们凡夫在设问，啊，好，所以呢，龙树菩萨就自己答了哈，就说那如何来得等心呢？啊，所以论主就回答说：是等啊，非禅中等啊，不是在禅定当中的等心。其实是在什么呢？在生活中的等心啊，是于一切众生中呢，要无怨无悔，有没有？无怨无悔，以此等故呢，善心相视啊。哦，无怨无悔，这个也都是相对的两边哈，哦。这个怨亲平等，怨与亲，怨与悔哈。哦，那么要用等心来看待，并且呢，因为我们刚刚就讲，我们如果落于二边，是不是都是烦恼？烦恼就是恶心呢，烦恼是恶心，哦，所以我们说越理解会，我们的善心会越多。善心是不简单的哈，哦，我们读唯识也会知道，51个心所里面26个善，超过一半以上都是善，善心才11个，那么少。对不对？不到1/5啊，所以我们的善心是要去长养的，是需要有慧学，是透过放下执着来的，哦，所以呢，复次等心者，哦，对于等心呢，那么他就引经中讲的说：云何等心呢？相视如父母，是名等心。哦，那这个也是让我们在生活上来先学习，这个是不是比较容易一点啊？说我们要在定中来学习有点困难，哎，然后必须要去修定才能体会。但是如果在生活中我们就来学习等心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呢？啊，那么就是利用我们，啊，因为我们生活中的都在现象上来看待，哦，虽然我们用肉眼来看待，但是要有慧眼的成分啊，而不是一味的看肉，哦，不是用肉眼来看到。我们看到众生是不是都有差别相啊？啊，有男相，有女相嘛，有少相，有什么老相，对不对？啊，有生相，有熟相，这些是不是都是差别相？《金刚经》为什么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不是这些现象消失了，没有了，这个无是什么？性空了，性空就是平等了，无差别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差别相，是不是就是平等啊？就是用平等的心，用平等的心去看待啊。哦，那如何的用平等心去看待呢？
第二个就讲，见老者如父母，长者如兄姐，少者如什么弟妹。这个我们是不是很容易明白？那就是要开始调整我们的心咯。所以问曰，是一切众生，便是父母兄弟姐妹否啊？是不是就是要这样子的来做呢？那回答说，不也，不是这样子。就是说，他说是一切众生便是啊，这里说便是啊，把所有众生都就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这个还是在现象上来看呢、这是在现象上来看，也就是用肉眼来看。但是这里的回答说不是，这样看懂吗？第一句话哈，所以他说不也，有没有？这里的不也哈，说见老者如父母，长者如兄，少者如弟，姐妹亦耳，等心力故，皆如亲亲啊。什么叫亲亲呢？就是亲戚朋友，亲戚啊。亲亲，有没有？亲亲在我们的第230页的最下面的注脚啊。因为经文里头是不是有讲亦如亲亲。第134的注脚是不是这个亲亲就是亲属啊？亲属，皆如什么亲属一般，是等心力故。这个等心力故是不是已经开始加上慧眼的成分啊？用心去看，而不是用肉眼在看。用透过心的转化之后，再用肉眼看，会不会比较不一样？如果我的心是很高兴的看这个世界是彩色的，我的心非常的忧郁烦恼痛苦，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不是变黑白了透过心去看世界会不会改变啊？会有一些改变哦。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有透过肉眼来然后说服自己啊，明明不是又说是，那是不是就要用种种道理来说服我们呢、佛陀透过真理法则，透过人生的游戏规则来说服我们呢？这样理解吗？佛陀也是依法修行才上去的，依什么法？就是真理法则，依真理法则让我们重新对现象对现象重新评估，就是说这些现象是因缘所组合出来的现象，因缘和合才有现象，因缘离散现象就消失了。所有的现象它不是固定不动在那个地方，也不是离开因缘而别有现象。有没有离开因缘的现象啊？没有啊。我如果没有去种下种子，我怎么可能开花结果啊？这样理解吧，都是透过因缘才有现象，叫做缘生，但是会自动缘灭，这个叫做缘起法，对不对？缘起性空就是波瑞的核心，也就是真理法则。我们先透过真理法则才能够去验证真理的现象，那是圣者的境界。所以这里他讲说不也，因为我们看到不也吓一跳，会觉得明明就是说应该要都当作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啊，为什么不也？不是只有用肉眼看，而是要用什么等心力故，有没有？这个等心力故的本身是不是就是因缘法？因缘法充满了平等心。所以为什么菩萨用忍位？虽然我们还没验证到现象的平等之前，先要知道法性的平等。相上的平等比较难，相上的平等是到圣者，圣者可以验证到现象是呈现出平等。所谓涅槃的现象就是真理的现象，真理的现象为什么涅槃极静？是因为它平等而极静哦。我们凡夫是怎样？不平等而不极静，对不对？
哦，我们常常在那边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嘛。哦，好，所以要等心力故啊，皆如亲亲，这样能理解吗？这个等心力故就是慧学哦，就是从听经闻法来的，佛陀教我们的，对不对？啊、哦，那第三个哈、哦，云何非父母非亲亲而言如父母如亲亲呢？啊、哦，所以这里也设问说，啊，明明就不是啊，哦，不是父母又要说把他当作父母，啊，明明就不是，为什么叫明明？从现象上来看，从现象上来看，我们所看的是不是只有这辈子的因缘啊的现象？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的上辈子的现象，哎，我们肉眼是不是看不到上辈子的现象？哦，所以会觉得说，啊，都明明不是，为什么说是？啊，明明哈、哦、不是亲亲，又要把它当作亲亲，所以不是从现象来讲，哦，那么他会觉得说，这个不就是妄语吗？好像在欺骗自己一样啊。哦，如果我们不深入佛法，我们会不会觉得好像在，哦，好像在那种说服？如果只在现象上，好像要欺骗我们自己说，说啊，虽然不是，我也要把它当作是。哦，那其实呢，这个我们说我们有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表示我们有无始劫以来的过去式，对不对？无始劫以来是不是有无数的辈子啊？一辈子又一辈子，一辈子又一辈子，表示我们有无数的什么父母，当然也会有无数的兄弟姐妹，只不过这一辈子呢，大家都投哈、哦、都什么，大家都有不同的投胎转世，所以又形成不同的什么因缘果报啊、哦、从肉眼呢就不认识了，只认得今生的，是不是？我们认识不了过去生的、啊、我们认识不了，是因为我们只有用肉眼去认识。但是如果我们用慧眼呢、啊、我们用心力能不能去理解啊？哦，就有机会去理解哦。哦，好，所以呢这里就回答嘛、哦、说一切众生无量世中啊，无非父母兄弟姐妹亲亲者，对不对？哦，所以讲因缘的话他才讲得深细，而且在道理上啊才能够讲得周全啊周延。所以从唯识学哦也是让我起了很大的感动哦，原来其实是因缘在流转，我们每一辈子的生命其实都是短暂的，有多少呢？数不尽。这里有没有起点？没有起点，所以叫做无始。有没有终点？没有终点呢、啊、就像数学上的数线嘛，它没有端点的，而我们如果定在现在的零，我们就会一直想要追那个端点。那什么叫端点？我们会觉得最大的数，有没有最大的数？没有最大的数，所以叫做无始。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辈子，我们每一辈子是不是都需要父母？都需要父母生生哦，是因为我们的第七代第八去投胎转世嘛。啊，投胎转世，投胎转世，所以长出来的样子都不一样。我们的肉眼只有认得上面的，不认得下面的。透过听经闻法，我们才能够认得下面的因缘呢，是因缘在流转呢，反而是因缘在流转。所以我们的有生之年，大概都把重点放在上面。但是，当我们一气不来，七八两是要离开的时候，说万般带不去，唯有什么？业随身嘛，上面都带不走，只要是现象都带不走，唯有什么因缘业力，所谓的业就是因缘。
因缘业力决定我们的下一辈子长什么模样。哦，如果还长回人模人样，还是善道。万一长得狗，像一哦，万一是狗胎出来、猫胎出来，就糟糕了。有人说，宠物也很幸福啊，它的幸福不是自己决定的，也要看主人啊。哎，我们人道是不是才有机会说，哎，我自己来想方设法，是不是？当然也不一定能够达到，但是我们。人道是不是比较有能力啊？哦，那个三恶道的众生呢，他只不过去偿还业报而已啊。他没有造作业力的能力，而我们人道本身也是偿还业报，但是我们本身又能造作业力。哦，好，所以回到第230页哈，说一切众生无量世中有没有？这样能理解吗？在无始劫的无量啊、无量数量的过去世，是不是就有无量数量的父母兄弟姐妹啊？哦，所以复次十法相中，什么叫十法相中呢？哦，其实在讲这个因缘，因为唯有透过因缘，才能够来到。十法诸法实相，这个就是涅槃。所谓的涅槃就是真理的现象，叫做涅槃。要达于实相，这是圣者的境界哦，圣者以上。只是刚开始的圣者的量少，一直到尽虚空界而成佛，而成佛的。如何来到这边是要透过什么？要透过因缘法来的哦，他是必须要透过因缘法。所以一旦讲到因缘法，就要善用否定式的符号，这样懂吗？所以其实佛法当中哦，心经、金刚经读起来都很容易，字都不深，但是合起来是不是都不懂？为什么？因为不无空非太多了啦。明明有眼耳鼻舌身意，哦，唯识讲有眼耳鼻舌身意，怎么这一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世界啊？为什么一直在无？因为在讲性空，在讲因缘。就是在讲因缘，所以十法相中无父母兄弟，能不能接受？有没有父母兄弟的现象？有，因为有无数，我们有无数辈子，是不是就有无数的父母兄弟姐妹？是有现象哦，是相有的，但是他性空，这样懂吗？有没有我？有我，有我相。只是这个我相是可能是婴儿的相，也可能是儿童的相，也可能是年轻时候的相，还有中年的相，到现在老年的相，这我相是不是一直在变？所以佛陀说要认识这个我生的我，就是叫做无我。这个无我不是否定我相，是在讲我是性空的，这样理解吗？我是众缘和合出来的我，也是众缘离散中的我，所以叫做无，不是在否定现象，所以这说无父母兄弟，这样懂吗？父母兄弟是不是都是性空的啊？好，欲知如何请听下堂分解啊。阿弥陀佛。对，休息15分钟啊。嗯，那个各位学员，我们自由出堂休息15分钟，10:10准时进课。
好，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好，那我们现在讲的是大智度论哈，根据后观院长的讲义，在第231页。啊，那因为龙树菩萨哈是论主，他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典》非常的详实，而且随时都要引到诸法实相。那何谓诸法实相呢？就是真理的现象。啊，其实我们凡夫呢一直在颠倒相里头啊。如果我们能够达于实相，表示我们超凡入圣啊。那如何能达于实相呢？其实要很多的权巧方便，语言文字是权巧方便，图像是不是也是权巧方便呢？啊，所以一旦谈到诸法实相啊，那是圣者的境界哦。这个是实相，表示我们是不是一直常常在怎么颠倒相里头哎？为什么是颠倒相？我们把无常即常，无我即我，无我才能够达于实相啊！无我，什么叫无我呢？是看因缘的我，不是看现象的我。但是我们往往只懂得现象上的我，这样理解吗？哦，因为我们有一个现象上的我，所以我们的那种主宰的意欲就很强烈，然后我们会觉得我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我。哎，这种我这样子的想法会增加我们的慢心哦。哦，就是落在单一不变主宰的特性上，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性空。什么叫性空呢？因为这个我，这个相我相有是透过性空所组合出来的。哦，这个空是在否定什么？自性妄执，自性是单一不变。跟实有主宰心，空如果有自信，这个是波瑞系的自信的定义非常的清楚，跟真常系的自信定义不一样，跟唯识系的定义也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印顺导师讲这些都要分三系？那是系讲哦，真常系的自性是心性，是佛性，是如来藏。哎，跟这里的自性，它是三个特性，这三个特性是不存在的，所以用否定式的符号。哦，所以我们在讲说啊，我们有无始劫的过去式，所以有无数的父母，在讲现象，还在讲，是不是在讲现象？我们在思考哦，确实我们有无数的过去式，那就表示有无数的父母嘛。但是刚才在那个文里面是不是讲于实诸法哈，于诸法实相中有没有无父母兄弟啊？他是不是用一个无啊？会吓一跳有没有？啊，没有讲说有啊，为什么又讲无啊？无是在讲性空。相有的当下是不是性空的啊？有我相，但是更深的说是无我，不是否定这个我相哦，这样懂吗？讲无我是在讲我是性空的，我是众缘合出来的我，然后众缘离散中的我，是不是随时在变化中的我，随时在老化中的我，乃至随时都有可能是死亡的我，是不是都有可能啊？它是缘灭的，我们现在倾向于缘灭嘛。我们好不容易缘生，哦，缘生是不是要众缘和合，就要还要去投胎转世，要去找父母，我们是不是才缘生得出我们这辈子的根生？然后我们带着我们的因缘业力一起来的，哦，然后这辈子是不是又继续在制造啊？我们又从这里
哦，所以这里是一个慧眼的来源哦。所有的慧是从第六识来的，听经闻法，哦，不是只有用，这个是肉眼的眼识，这里是可以打造慧眼。这个比较抽象了，它是一种心力，那是心的一种更清楚的明白。我随时在老化的我，肉眼看不出来哦，每天看每天看都觉得没什么变啊。还好有相片，有什么纪录片，有什么片拿看看5年10年，哦，变得才多嘞，怎么没变？哦，因为我们肉眼太粗糙，但是慧眼可以很细的知道我们是不是随时都在变，随时在老化中的我，哎，不用等到5年10年才承认呢。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得承认，其实我们都在老化中的我了？哦，所以是这个部分，我们哦，因缘法要从这里来认识，而不是从眼识。当然，眼识可以帮助，哦，比方喜欢来这里听经，大概因为有图解，大家又更喜欢，对不对？不只是。不止耳视听闻啊，哦，还有眼视可以看啊，所以让我们这里更方便啊。关键懂不懂是不是还是在这里，不是看得懂也不是听得懂的，而是哦，我心里明白了，是不是心里明白了？哦，这个部分比较浅，是因为它必须有这些管道来让它认识。这里已经没有管道呢，这里的杂染呢就要靠它来教导。所以我们常讲说要转迷起悟才能转染成净，哦，悟在什么？因缘。迷在现象，我们要从相而转到什么？法性空慧来呀。迷于相有而悟于什么？性空。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开悟是一件，哦，好像很以为一开悟就成佛，早得很嘞。所谓的开悟就是我稍微有点向上，稍微有点向上，是因为我懂得放下，我懂得因缘法我才放得下，懂得性空我才放得下。因为一直在破除我们的自性妄执嘛，这本身悟是一个方向啊，向上啊，透过因缘才上得去。如果我们只有现象啊，我们就一直抱着现象，越抱越往下掉，越沉重嘛，越执着越沉重，就越往下掉。不是去抱那个现象，因为那现象一直在动，哎，所有一切现象没有不动的哦，因为所有现象都是因缘的和合，然后因缘的离散，因缘的和合，因缘的离散。山河大地是不是也是如此？我们过去会以为山河大地很稳定啊，但是经过几个大地震、海啸什么的，我们说，哦，觉得山河大地是不是也不稳定了？它也是酝酿酝酿，然后哇，一个大的变动。它酝酿酝酿，我们肉眼看不出来，但是现在科学仪器可以去侦测种种，哦，所以透过科学仪器是可以更细的明白一些事情，但是我们的慧眼更细哦，可以，哦。佛法其实走在这些科学之前，佛陀早就在观因缘的，哦，所以会看到佛观一杯水84000重，哎，那是细菌，但是当时我们的肉眼就看不见，就会觉得太奇怪了，现在就不奇怪。我们的色，哦，色法里面的眼识是什么？是神经系统而不是器官，哎，所以佛陀就说眼根看不见了，大家就不相信啊，明明就是有眼球啊，但是你光有眼球没有视觉神经，眼球呢？拿眼球嘞，是不是还是没办法看得见？哦，好，所以呢，所有一切的现象它都在和合生灭，和合生灭，哦，所以这个叫做无父母，有没有兄弟？能不能接受？不是在否定现象，反而更能够去显示现象。无我不是在否定我相，有没有我相？有我相，反而更能显示这个我相是不断在变化中的我相，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父母是不是也是不断在变化中的父母啊？这辈子的父母也是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我过去时的父母是不是也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啊？哦，只不过我们用肉眼我们认不出来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脱胎换骨了，所以叫做无父母，所以这个叫做十法相中啊。十法相是圣者的现象，那是真理的现象，我们都在颠倒相，才会有生 有灭嘛。圣者呢，他是不生不灭的，叫做中道不二的。好、哦，好，那人着无我，所以才会颠倒即故嘛。无我即我啊，这是不是颠倒啊？无常即常啊，哦，所以就会名为父母兄弟，他不过只是名称而已，其实他是性空的。所以叫做无父母，有父母的相哦，有没有否定父母的相？没有。有没有否定父母的名？没有啊。所以这个叫做性空为名系，所有的名相都是方便我们的沟通，乃至方便我们的修行，因为透过名相，佛陀留下的经典，佛陀佛法经典论点里面充满了文字，这个是不是方便我们修行啊？哦，但是达于实相的时候是绝诸细论的。文字语言是一种权巧方便，为实故权啊，为了让我们能超凡入圣啊。信仰是入佛法的大海，信为能入，有没有？智为能度，度是向上的，能够让我们从凡夫度到圣者的彼岸，从有生死的此岸度到涅槃的彼岸嘛，度到涅槃的彼岸。哦，那么所以呢，这个是需要透过波瑞传，波瑞透过文字波瑞，透过观照波瑞到实相波瑞的现前，那就是圣者的境界，它是绝诸细论的，是无法言说的，就如同妙法莲华经讲的嘛，为实而怎样故全啊。哦，花开莲才会现啊，开花是过程，要的是结果，要的是莲子啊、哦、那废权立实啊。所以我们现在透过语言文字乃至图像都是全法，哎，这个叫做实法，我们现在都在全法中，都在现象中，但是我们要去超越现象，就得要有实相的观念。实相从哪里来呢？就从缘起性空，从中道不二，从因缘法中来，而不是只有落在现象中，这样懂吗？所以现象是肉眼所见，耳识也听到声相哦，耳识也是听到声相，这个也是相哦，色声香味触是不是都是相？这里是法相，色声香味触法嘛，哦，那么能够去理解这些，其实它都是一个果报的现象，要去升观，如何升观？因为果报的现象是粗而浅的，它很粗糙，而且是表浅的，所以我们说因缘法它是深的，是不是细的、啊、而且它属于什么大原则性，这些现象是一种果报，相的本身是不断在变化的，是千变万化瞬息万变的一种现象，这个我相是不是一直在变化的我相啊？早上的我相到下午的我相一样吗？我们肉眼看不出不一样，但是我们的慧眼要懂得怎样，是不是不一样了？又老化的，又老化了半天的我，一直在老化中的我嘛，是不是？哦，所以要知道无我，对这个我的执着会不会降低一点啊？
哦，所以我们从有我有我这里就是无我的无我的现象的产生。佛陀说无我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就是在讲实相，这样理解吗？所以叫做无父母无兄弟哦，乃至无什么姐妹，是不是？是不是都是无啊？所以心经里头一直是不是讲无啊？唯识讲有眼耳鼻舌身，有色声香味触法智，因为唯识本来就是重在现象，它长于相的表达。性空啊，中观系、般若系，它长于什么法性空慧，它是空中，唯识是有中。啊，他们所重不同。如果这两系合起来用，非常好用，就变得非常的细密了哈。好，所以它名为父母兄弟啊，所以叫做性空为名系。金刚经讲说，佛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有没有？佛陀所说的世界是缘起的，为什么说非世界？因为它性空，它不过就是名称，所以叫做啊。佛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有没有？那个世界就是一种名相嘛，不要去执着那个名相很重要，我们要善用名相，不要被名相用去啊。哦，我们要善于赚钱，不要被钱赚去，对不对？哦，善用文字，不要被文字绑住，文字只是一个什么工具啊？文字只是一种工具啊。哦，这种工具是让我们懂得如何修行，让我们有个比较明确的方法，清楚明白的方法，到达对啊，哦，到达彼岸的时候是要放下的，叫做废权立实啊，开权显实嘛，哦，为实而固权，对不对？哦，开权而显实，但是要到。对，哦，到彼岸的实法的时候必须要放下文字，哦，文字语言图像这些都要放弃了，放下不是放弃了，哦，放下，就如同我们要出国旅行之前可能哇看影片啊，看相片，看什么什么文宣啊，看了半天，哎，是需要这样子看我们才知道我到底要去哪一个国家，有什么什么什么特色，然后我才促成我去把它怎样实现了，对不对？要有因，是不是还要有缘？缘本身是要付诸行动，然后，哦，终于到了的当下呢，这些是不是都是工具啊？你就好好欣赏当下的东西吧，那些东西就不一定哦，还要拿出来这样子读啊看啊，就不需要了，是不是？就是可以放下了，这些都是一个工具来让我们到那里。到那里就是如实的一个现象，那是圣者的现象。我们是凡夫，是不是都很想超凡入圣啊？唯有透过超凡入圣才可能成佛的啊。哦，当然两个道，一个叫解脱道，一个叫做菩萨道，过程中也是了。哦，就是说我们证到诸法实相，提供个人解脱，菩萨道就是帮助众生解脱，解脱的本质一样，就叫涅槃啊。但是呢，个人解脱跟帮助众生解脱量上不同，值一样哦，量不同。那这个值从哪里？就从性空来的啊，就是从性空才能够达于诸法实相啊。好，所以就讲嘛，我们因为执着这个我才会怎样颠倒桎梏啊。哦，那么就以为那个名相是实有的，那错误的，它不过只是一种工具哈。那今以善心立故啊，哈，一方面我们要去理解这些慧学，必须要有善业的基础啊，因为有善业的基础，我们才不会往下堕。因为我们现在不只想要往向上，我们还要防止我们的堕下堕嘛。止跌才能够回，哦，才能够往上涨啊，对不对？哎，所以我们必须有善业的基础，
慧学一定要有善业的基础，如果我们是恶业的话，我们光处理善恶已经都来不及了，哦，很怕斗善恶道。我们要能够稳定在人道，是不是才有机会学佛啊？佛陀专门为人道说法，专门为人道来说法，哦，所以今以善心立故，所以能够听闻佛法者必然是善业的众生，哦，相视如父如母呢，非妄语也啊，这样理解吗？不是妄语。如果只有现象，我们会觉得是妄语，但是有因缘，会不会认为是妄语啦？不会，因为这是透过理性的分析，哦，我们是可以去推论的，哦，这样子的道理非常有道理，我们是不是才能够，哦，相当的去接受的？这种接受等于说我们听闻佛法不是只有听闻，要思会啊，闻会之后是不是要思会？思会是把法给听入心了，入心是我相信了，所以佛教的信仰它是信智合一的信仰，不是只有单纯的信仰，哦，佛教之外的宗教的信仰成分高过于智慧，因为其他宗教的那个慧学太少了，道理讲得很少，唯有佛教专门在讲道理哦，哦，但是需要不要信仰啊？更需要信仰，不因为，哦，我很理智，所以我抛弃信仰，那是错的。我们以为信仰是一件事情，理智是一件事情，哦，一般呢，啊，知识分子会觉得，哦，我只要理性的知识就好，我就不要信仰，那是把它变成两件事。其实这两件事，哦，以佛法它是融然一体的事情。我在慧学上理解的越深，其实我的信仰越坚固，越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康庄大道上啊，叫做菩提大道，那是累劫了数世的三大欧僧祇劫，如果没有很坚定的信仰怎么可能去完成啊？但是要有坚定的信仰，是不是一定要有慧学啊才可能啊？慈悲心是讲的是那个心量的大小，对不对啊？小圣者他就是悲心比较不足，才名为小圣嘛。啊，那菩萨道上就因为悲心比较充足，所以他有余力在想要去帮助众生，才可能圆满成佛啊。啊，好，所以复次，如人以义相亲，非父视之为父，哦，非母视之为母，兄弟儿子亦复如是嘛，哦，就是说以义相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深入法义的话，虽然我们看到这辈子并非我的父亲，但是我愿意把他当作我的父亲兄弟姐妹来看待，所有一切跟我们有缘的人都有可能是我们过去的父母兄弟姐妹，乃至也有可能是未来的兄弟父母兄弟姐妹，是不是都有可能啊？哦，一方面从因缘法的推论，再一方面呢，哦，就算是世间法也有啊，比方说啊，有的人可能生父比较早过世，他可能认个干爹，当然不一定了哈，有的人是不是父亲他也可以认父亲啊，说那个叫义父嘛哈，哦，或者干爹啊干妈啊，哦，也当作是父母兄弟姐妹来看待也有，哦，那佛法要讲到甚深法义，那是因缘上面的说，因缘的那个理解，所以把所有的众生都当作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嘛，哦，好，那如人有子行恶，哦，有的人因为孩子实在坏到极点了，哦，坏到实在他无法忍受，就怎样触而弃之啊，就摒弃掉了，哦，也有可能明明是儿子，哦，而不认了，是不是也有可能？所以现象上是不是很多种的变化？那为什么现象有这么多的变化？因为因缘一直在变，是不是就因为因缘变，现象跟着变啊？哦，所谓的因缘，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说我所要的因缘都是自己能主宰吗？
不可能，因为因缘本来就没有主宰性，我们只能随缘尽分的尽量的去做啊，我要多起善，但是不保证我们就不起恶哦。啊，但是我尽量起善的话，我起码我七八两世里面的善恶的比例啊，哦，我们因为没办法去算到底有多少，但是起码它的比例，比例要高才会到善道嘛，比例低是不是就到哦那个善的比例高就到善道，善的比例低，恶的比例就变高了，这是不是就堕恶道啊？这是必然的嘛，哈。好，所以这里也是在讲，就算是世间的现象，说实在它是不是也是不可靠的了？哦，不是父母是不是也可以当作父母啊？哦，本来是儿子也可以不把他当儿子了吧？不要了，因为太差了，哦，也有可能了哈。所以他性善行呢，养以为止。还有呢，因为他实在太好了，哦，某某人哎对他非常的孝顺，哦，把他赶快认为儿子一样，认为养子啊，哦，所以如是相视呢，则为等心。哦，就说在世间法上尚且如此，那透过因缘法是不是更是？哦，透过因缘法，我们是不是跟那种包罗万象的那种气势应该更庞大一些？因为透过因缘法，那是讲到无始的过去，一直到现在，乃至还有无尽的未来耶。这样能不能接受啊？哦，所以不是在打妄语啊，哈，哦。所以这里有个记就讲嘛，哈，哦。说视他父如母啊，啊，我们要把众生当作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来看待，但是见他才要如火，不是把他当父母兄弟姐妹就会觉得他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我们一般是不是这样想？但是见人家的财要怎样，要如火一般。为什么如火？不可执着啊，不要执着。哦，我们是不是会看到火要避一避啊？要很怕被烧到了嘛。哦，所以一切如清净如是明等见啊。哦，不是为了他的财而在那边认众生为父母兄弟姐妹，是因为什么？因缘啊，是不是一切都是因缘法？也因为一切都是因缘法，我们的执着比较不会那么严重。哦，因为因缘是我们执着不来的，我们拥有现象的时候，我们就想要执着这个现象，但是要知道这个现象是由因缘所成，因缘离散，我们执着得来吗？执着不来。如果能够执着得来，我一定希望自己能够永葆青春美丽健康如昔嘛，是不是？但是我们就这样日日在老化中啊，是我们把握，我们主宰不了的哦。所以呢，这个叫等心等见，等心是不是才能够等见啊？所以已经不是只靠肉眼，所以佛陀也告诉我们说，如果只有靠我们的这些哈，根身来讲的话，看到的世界是不可信的，不可靠的，因为容易起颠倒，是不是容易起颠倒啊？那要不起颠倒呢，就是要多听经闻法，透过因缘来想，来让我们的颠倒慢慢降低。我们的颠倒慢慢降低，表示我们慢慢在提升。哦，爬得越高，看得越远，看到的现象是不是越平等？所以才发现说，哦，修行其实是高度的问题。哦，其实它是高度的问题哦，哈。好，这是第一个部分啊，哦，在解释这段经文。好，那第二的部分呢，在解释第二句话了哈，在第231页的上面的第二段的经文，这样看懂吗？从众生等有没有行十善业，到一直到最后的不扰众生的这一段，对不对？啊，好，所以呢，在第二哈解释这一段哈，啊，首先先解释。众生等行十善业道，哦，也就是我们不仅要等心的来，哦，要等视众生，还要能够行什么十善业道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持戒嘛，是不是才不会下堕啊？不会往下堕落，也才有机会向上提升嘛，哈。
好，所以呢，事实啊，这也就是说，同时呢，众生还要等行十善业道啊。哦，好，那十善业道的内容有身三、口四、意三。好，这个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哈。身业上不杀、不盗、不淫啊，出家人不淫，在家居士不邪淫哈。口业有四种：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意业有不贪、不嗔、不痴、不吃啊哈。这个吃，因为愚痴而邪见呢、啊，哦，愚痴而邪见，因为嗔而恼害，啊、哦，因为嗔而恼害，所以用不恼害不邪见，哦，好，那这是十善业道，啊、哦，那在十善业道的内容之后呢，说要能够不自作也不叫他人作，要去称赞跟欢喜。哦，就是说自不杀生，也不叫他人去杀，自不、哦、要去赞叹不杀生者、哦、见人不杀呢，也要能够随喜的赞叹欢喜啦、哦、乃至到邪见，是不是都一样，包括这四种，叫做不自作、哦、不叫他做、哦、并且要去称赞什么持戒者、哦，去欢喜持戒者、哦、这四种，那是不是就会扩大这个十善业道啊、哦、好，第232页业与业道来说的话、哦、就问到说后三业道非业啊，前七业道异业啊，何言十善业道、哦、也就是说后面的三者，何谓后三业道呢？就是，意业上面的三个，不贪、不嗔、不痴了哈，不恼害、不邪见的这个部分呢，看起来好像是非业，哦，那前面七个呢，是因为口跟身业跟口业已经付诸行动了，付诸行动，所以他认为这个叫做业了哈。那他会觉得，这两者应该有差别，但是在菩萨道上没有差别，因为菩萨道、啊、反而更严格，就是起心动念都是业。但是如果在声闻法当中呢，你要去造作，已经采取行动才叫做业，因为声闻法重相，有现象才算。但是菩萨道上呢，啊，那因为声闻的戒哈，因为众相，所以我们想想看那个，比丘尼戒都，哦，简单说叫250戒，比丘250戒，比丘尼500戒，当然没那么多了哈，大概200多跟300多戒，为什么那么多？因为它众现象，那众现象是不是付诸行动才有现象啊？有因有缘才有什么现象？声闻法比较重现象，声闻戒了，菩萨戒呢，我们说所谓的业是什么？因缘即是业，下了因就是业，所以菩萨道反而严格，起心动念呢，起烦恼都就已经在造业了。哦，好，那这里我们看论主怎么回答哈、哦，说莫少从多故，通明业道。哦，也就是说少数服从多数了，虽然后面只有三个，前面有七个，如果去做分别的话，那少数服从多数全部都称业道。哦，那后面三个呢，虽非业，也就是说虽然没有造作，但是它是造作的什么起点，因为我起了贪嗔痴，是不是就会造下什么恶业来了。哦，又复为业故生，是故总名什么业道。因为所谓的业，所谓的业就是它是会生、啊、会生出现象来的了、啊、所以总说呢都叫做业道啊。嗯，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哎，造了才叫做业道，如果没造只能叫做业。
不，没造的不算业了，哦，不算业，那是比较站在声闻法来讲。龙树菩萨的论点哈，因为龙树菩萨他所处的大时代来讲，因为是布派佛教之后，然后大乘佛教兴起，所以他哈龙树菩萨他很能够从声闻法论到菩萨法，尤其声闻跟菩萨的差别，是因为那个时代哦，其实是从声闻，从这个原始佛教、布派佛教到大乘佛教兴起的时代，所以他很多的很多的疑问啊，或是什么，有时候也会站在什么声闻的立场来论菩萨，来论菩萨道，当中是有差别的哦。它最大的差别其实就是一个量的问题，心量的问题，它包容的程度的问题哈，哦。好，那第二个呢，解释说修进修犯恨呢，无诸瑕秽啊，哦，这也是经文对不对啊，哦？所以呢，他也设问说，上面所说的行十善业道，哦，此理这个道理已经很够了，为什么现在还要在说修进修犯恨呢？哦，好，那他也自答说，有人行十善业道来讲的话是不断淫，哦，就像以出家人或者在家人也有哈，哦，这个断淫啊，哦，今哦，就说。如果行十善业道来讲的话，是不淫或者不邪淫啊，对不对啊，哦？那今呢更赞此行犯天行啊，哦，所以断除淫欲故呢，言进修犯恨啊，哦，也就是说，真的能够断淫的话，才叫做进修犯恨啊，啊，哦。那当然就不一样的哈，尤其在家居士的话，倒是不一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哈。但是在家，出家人是必须应该要断淫的哈。好，那第二个部分呢，解释无诸瑕秽，哦，就说行淫之人呢，身恶名臭啊，以是故啊，特别去赞叹断淫的人，说他无诸瑕秽啊，哦。好，那第三个部分啊，说淡然快乐，譬如比丘入第三禅。啊，这里的淡然快乐呢，有两种乐，一个叫做内乐跟涅槃乐。啊，啊，所以他这里问就在问说，淡然快乐是指什么乐？啊，所以他就答说有什么内乐跟什么涅槃乐。内乐，哦，那何谓内乐呢，哦，我们可以知道说是乐呢不从五尘生啊，也就是说当然有一些快乐是从五欲来的，是从五欲来，哦，等于跟这个五境是不是有关系啊，色声香味触，哦，那是外乐了，外乐，但是外乐是哦，就是在外乐来讲的话会引起很多的，其他的副作用了哈。那如果是内乐的话，所谓的内乐呢，就是不从五尘生，不是靠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来的，哦，就譬如十全，哦，从那个山河大地里面其实有什么，里面有泉水，哦，这个哦，那个什么，那个水是从地里，水自中出啊，不从外来，等于是好像可以，哦，是有泉水的哈，哦，就是说在那个，山里头有泉水，它可以是打，哦，乃至像井水这样，它是可以从地底下出来的，它不用从外面来的。我们的内乐呢，是从内心来的，心乐亦如是啊。行等心修犯恨得十善业道清净无秽呢，是名什么内乐，所以他这边所讲的其实都是内乐的来源，哦，
也等于说是等心的来看待所有一切众生，从内心去做调整，再重新看待众生，愿意修泛恨乃至修十善业道，清净无秽啊，这些都属于内乐。好，那内乐跟涅槃乐呢有什么差别？说此乐何界所系啊？那像这个内乐来讲的话，它是欲界系，但是它也可以不系。也就是说这种内乐来讲的话，只是自己能够去发掘出这样的一个泉源。当我们功夫不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是被欲界所系？因为内心的这些感觉也是过去的一些经验来的那就会系，但是也有可能不系啊。但是呢，它这是非色无色界所系啊，也就是等于说，它不是色界跟无色界能够去系着它，是因为都在欲界当中了，还在欲界里头。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欲界系也就是在讲说，譬如比丘入第三禅，它属于什么色界系，因为第三禅在色界就说他有一个，他先问说，如果是第三禅系的话，他就不应该说叫做譬如了，他就直接说他是就说是入第三禅嘛，为什么要用譬如呢？因为这件事情，用这件事情来知道它不是色界能够系的。此欲界心生的喜乐一切满身呢、就说在欲界里头生喜乐的话，它是一切满身就好像在用那种暖的酥油呢浸泡着这个身体一样，它是很柔软和乐的，也就是说它还是在现象当中的了，它属于现象里面去做这样的一种喜乐，但是它也可能可以不系是因为如果能够得般若波罗蜜相的话呢，诸观法能够观诸法不生不灭，能够得到实的智慧的话，心无所着，无相之乐呢就能够叫做什么不系。也就是说我们的所谓的涅槃乐有没有，我们达于涅槃，达于圣者的境界，它是超凡入圣了，它是不受到什么欲界的系缚是因为其实圣者呢，他不是只有慧，他还必须有定他还有定去做验证因为我们从闻慧思慧修慧到现证慧的当下，它必须是定慧均等，才能够证得不生不灭。因为我们在散乱心当中，我们很难完全平等的等视那个现象所以呢，它就会变成说它能够超脱了欲界所系因为我们说皈依法离欲尊，有没有在法上头有离欲的尊贵心无所着，无相之乐。这个无相呢，不是没有相不是空空如也之相，而是平等平等之相。诸法实相乃诸法空相，它是从性空来的，所以相会空，但是不是空空如也之相，而是什么平等平等之相。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我们很容易误解诸法实相是平等平等之相，不是空空如也之相。我们从有相相有来到的性空的这个性空，它是平等性，所以会现出什么平等相，心无所着才能够平等相，不是心无所着那个现象就消失的，不是不对我们无所着是不是才能够平等平等才能够不落二边嘛？
哦，才能够不落而边。所谓的不生不灭，是不落生灭而边呢。生灭平等，平等相。所以我们说《心经》里面讲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是圣者的境界，那是实相的境界。哦，是生灭的平等、增减的平等、垢净的平等。本来是相对不平等的相，是我们凡夫颠倒相嘛。实相它是平等的，是因为因缘的平等，所以会现出平等相来。哦，所以得实智慧是心无所着，如果心有所着，就到不了圣者的境界。要放下执着，是不是才能够验证到诸法实相之乐？叫做诸法实相乃诸法空相，也是诸法无相，也是诸法非相哦。所以《金刚经》啊，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有没有？那个非相就是在讲无相，也在讲空相，是不是就是在讲实相？因为实相必须透过因缘而到达，透过因缘的话呢，都是用否定式的符号，不无空非。否定式的符号都是在讲因缘法，肯定式的符号就是在讲现象，这样理解吗？所以这个叫无相之乐，是为不系，那就是达于涅槃的境界了。哦，其实就是所谓达于涅槃的境界，它是不生不灭的。哦，啊，有一句是说，不生就是灭，这样对吗？不生就没东西可说，不是说不生就叫做灭。灭是透过生才会有灭。哎，不是说我不生就灭了。所以他举例说，比方他要孵绿豆芽，所以他说我绿豆放那里，因为他还没有生出芽，所以说这芽是灭的。我说这样不对啊，你跟一个绿豆本身是不是也是生出来的？如果不生就是没东西了，你要讲什么呢？就没办法讲。所以不生不叫做灭啊，灭是透过生来的，是不是？有生怎样必有灭。如果我们很害怕灭，除非要怎样不生。如果一旦生，是不是一定要面对灭啊？这样的理解吗？从现象来想了哈，那怕灭的话，就要不生，不生才可能不灭嘛。哦，要能够不生，那就得要破除放下自信妄执，才可能不生。我们之所以一直在原生，就因为我们有执着才生。各位来到这里，不仅内心有善的因，而且还有善的缘，就是所谓的缘，是我付诸行动了才会出现在这里啊，是不是？是付诸行动哦。如果我只是在家里有善的因哦，我要听经，我要听，然后都没有付诸行动，那是不是就形成不了果报？这是一种福报的相呢。来到这里就是一种福报的相，是因为我们充满了善念来，所以我们说不管懂与不懂，起码是善业，对不对？而如果懂了，在会上增加了有向上的机会。要有善业的基础，是不是才有机会向上啊？才有机会向上的哦。好，所以呢，这个哈，这个色欲界、色界、无色界哈，我们今天也发了一个表，正好这个表正好合乎我们今天的课程，因为也讲了很多天界，那有这个表的话就比较方便一点哈。在三界当中，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就是最复杂的啊。但是因为这张表主要是对天界的一个说明，所以呢，最下面这里就是人，就叫五趣杂居地了。五趣呢，就包括人、畜生、恶鬼、地狱，还有天，还有天，天人。啊、哦，
奥修罗呢，六道的话才讲了奥修罗，如果五趣就省了奥修罗，下面有三恶道，畜生、恶鬼、地狱。哦，那因为这个重点会是在天界，所以会有欲界天、有色界天跟什么无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都是要修禅定才到得了。哦，如果没有修禅定的话，都在欲界，都在欲界。哦，所以我们人是不是都在欲界啊？在欲界可以禅修，哦，那可以种下将来生在天界的因缘啊。但是以佛教来讲的话，我们的目标倒不是想要升天，而是希望在人道上面来怎样行菩萨道。哦，好，那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里哈，阿弥陀佛。
好，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大智度论，根据后观院长的讲义第233页。那么解释，譬如比丘入第三禅。所以呢，这里有个问曰：佛言涅槃第一乐，何以言第三禅乐啊？涅槃是超越一切的乐哦，因为它这个离三界这个离三界的乐。但是为什么这里要讲第三禅的乐呢？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心中欢喜，乐受满足，在第三禅当中因为有两种乐，一个叫做有受乐，一个叫做有受乐受尽乐就是受尽的乐，受尽受尽乐。那受尽乐是什么呢？就是一切五众尽更不生，是无余涅槃乐。我们都是有受乐，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是五蕴和合的身，感受到的快乐叫做有受乐是有，就是说是受乐的受乐我们有可意受上会觉得是快乐的那但是有一种叫做什么受尽乐。为什么受能尽呢？是因为五蕴能够不生，五蕴能够不生，那是解脱者而且是到无余解脱乐。有余解脱跟什么无余解脱，像初果、二果、三果圣者叫做有余一的解脱有余解脱就是说他还要七来生死，一来生死不受后有他是有余一的，就是说他不是马上就解决了他的色身 的这种生死的轮回。虽然已经超凡入圣超凡入圣呢，但是他还有余习啊，他的那个生死的泉源生死的泉源呢，其实在哪里啊？第七世啊，在第七世他能够把他怎样扶住了，扶住所以以初果的圣者正涅槃，从这里开始以上都有涅槃的值跟量的扩充。但是如果是初果、二果、三果乃至到四果的圣者，他的量没有增加，是因为他拿来自我解脱用。拿来自我解脱的话呢，那么他还要经过前面的叫做有余的解脱，因为他还不是马上就解决了他的生死，他七来生死，一来生死，不来生死，不受后有，是因为他证得无生。证得无生以上才叫做无余解脱，无余涅槃。所以有分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的差别在哪里呢？这个再稍微擦掉了因为在这里还有父母生身，这一段还有父母生身这一段都是有父母生身的状态，也就是第七意识还在。所以当我们七八两世离开我们的色身的时候，我们就死亡了。死亡之后第七世就会带第八世，也不是带了反正它都结合在一起，从来没分过。那因为第七世比较灵力，第八比较呆所以用比较容易
理解的，当然灵力带着呆着走啊，啊，实际上是呆的决定放在哪里，我们就投生在哪里了。哦，那这里为什么叫做有余涅槃？虽然都已经证涅槃哦，但是他还有余，是因为他还有父母生身。从初地的菩萨到七地的菩萨都有父母生身，虽然他超凡入生，要到八地以上的菩萨，九地十地他可以分身无数亿，随处祈求随处现，那叫做无余依涅槃。他也有生，他也会有生灭啊，他只是生灭很快速。他为什么会要生灭？因为众生有苦，求大悲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他是不是马上化现啊？完毕他就马上走了，他不要再经过父母生身安北湖嘞，对不对？尤其大水灾啦，或者车祸啦，或者什么那么紧急十万火急的状态，就要求菩萨摩诃萨最快，那就叫菩萨摩诃萨。他可以分身，因为他还有杂染的种子可以跟众生的杂染相应，他的生灭很快速，只为了来寻生救苦嘛。这个叫无余依涅槃。所以以声闻来讲，他没有解决这一段，他其实只有解决他的有余依的涅槃，就是他的色身，他的色身能够不再生。是因为他把这里彻底的扶住了，所以他需要很深的定力，而且他这种定力哈，不是灭想，其实他灭受想。哎，其实圣者的定哈叫做灭受想定，四禅八定都还不叫做灭受想定，四禅八定属于世间定啊。外道也修，外道所修的还是在六道里面啊，他最多就是从人道到天道去，但是佛教 不是走这条路线的哦，并不希望我们到佛陀 不希望我们到天道去。哎，为什么？因为富贵修道难嘛，到天道富贵那个福报太大了，反而不懂得修行，而且他的生命很长，更不生死没有苦迫呢。我们是因为寿命有限，生死苦迫，所以我们才觉得修行重要啊。所以人间佛教的观念就是人间苦是苦，就是正好苦在能修行嘛，而且有那么多悲苦的众生需要我们去帮忙，对不对？乃至畜生道，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可以帮忙啊？有那种爱护动物协会之类的啊，对，不止人啊。哦，那到天道有没有机会行菩萨道啊？找不到那个悲苦的众生，所以他只有支出没有收入。他在福报就是他一直享用福报，他没办法，因为行菩萨道才有福报的收入。我们在人道呢也有福报，但是能出能入啊，不会坐吃山空。如果天道的话就坐吃山空了，因为他一直在消耗福报，他没有机会收入啊。在人道呢，虽然福报没那么大，但是我们有机会收入。哎，累积福报因缘，智慧资粮，尤其智慧资粮在天道很难，哦，所以那个声闻，哦，阿罗汉他是灭受想定，是要把这里的受，因为我们的受在第七世啊，想是在什么第六世。在印度外道早就在思考人生解脱的问题，所以他们认为想是人生生死轮回的关键，其实不对，它不够深，其实是受，不仅想还包括受，第七世才是。只要第七世没解决，就会来生死。那四果的阿罗汉，他不是就近的解决，他只是把这里扶住了，当他脱离的时候，色身坏了以后呢，他这里起不了作用了，他就不用来，不受后有啊。他这里还存着，他的七八两是存在哪里啊？我们后面会讲到，他到五不还天去了。
在五不还天那个可以是圣者去的天，他用这个方式而不再来生死，但是他不究竟，这样知道吗？这里面还有杂染啊，只是他用定力。所以为什么南传出现很多的禅师？因为他们走解脱道，走解脱道一定要那个修定的能力要强啊。我们北传走菩萨道，不入身定，不断细惑，因为还要生生世世啊，世世常行菩萨道。如果我们用这个方法，就不可能世世常行菩萨道，我就不要行了。如果我只为个人解脱的话，他这样就可以解脱了。所以他的定力是要慢慢慢慢慢逐渐的增强，而且他是灭受想定，那才是圣者的定，才是圣者的定，才不会哦，才不会再来轮回生死嘛。所以他剩下的就是这个东西，他没有色身了，因为我们的色身就是从七八两世的因缘出来的嘛，他就不再去投胎转世，哦，连第七世也被定在那里，他不去找父母了啦。哦，到五不还天。哦，好，所以上面这段才叫无余依涅槃，中间这段是有余依涅槃。圣者初地、二地一直到七地的菩萨，他还是父母生身来。哦，所以我常觉得像我们台湾佛教这么的发展的这么好，四大山头的这些大师们啊，相信他们都是圣者以上的菩萨，都是数世有修才可能这辈子拥有那么多的信众啊。这信众不是一辈子累积过来，这是数世累积过来的哦。但是他们是不是还是有父母生身啊？还是有父母生身的哈。好，第233页哈，说什么叫做受尽乐呢？有受乐跟受尽呢。好，为什么尽呢？就是说他灭后不再生了。像我们说那个用定扶住，是不是就是灭后我们的根深灭了，不再生？为什么不再生？因为七八两世那个第七世，他本来都是全自动的再生再生再生嘛。一个是如果是菩萨道，他是慢慢的去转染成净啊。这个是声闻的修法了哈。如果菩萨道的修法怎么修哈？在这个三大欧僧祇劫来说的话，第一大欧僧祇劫先解决这边的分别我执跟法执，那就是要转迷起悟这一段的八世里面，是由第六世来领导，来做带头作用。先要转迷起悟，转迷起悟啊，就是要第六世转为什么妙观察智，有没有？什么叫妙观察？观相有不妙，不够妙，要观什么因缘才妙，看懂吗？妙观察智是深观因缘法的平等性，才叫做妙观察智。所以他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分别我执法执平等了，之后才处理得了第二大欧僧祇劫，第七转染成净。所以他这段第六世是主角，但是他八世一起来哦，他不是分段的，他是一起的哦。八世本来就切不开了，我们现在是不是八世一起运作啊？只不过唯识它比较像电影片，像影片一样，它可以放慢动作，可以分割画面，可以切割，可以去停止画面，啊，实际上我们是不可能的。好，这一段是以第六世转为妙观察智，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要做因缘观嘛，是不是就是性空啊，般若道。到这一段呢，第七世是变主角了，因为这里的
粗糙的分别我执、分别法执解决了，所看到的外相就会平等啊。我们现在因为解决不了，所以我们一直都是不平等的现象哦。所以我们现在不平等的现象现前是很正常的，是因为我们是凡夫啊。如果哦发现平等的时候，那表示已经成为圣者，圣者自证啊，他自己清楚明白，他要不要说？他不需要说了啦，因为他那种境界没有办法跟凡夫说清楚到明白的，徒增语言上的争吵而已了。所以我常说，大人不会跟小孩子吵架。如果大人还跟小孩子吵架，表示你不是大人。长辈不应该跟晚辈吵架，哦，平辈才会吵架了，啊，因为同样的立足点嘛，长辈是比较高的看晚辈嘛，哦，我走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已经到某种境界，你还来跟我吵那个境界，那不是很可笑吗？对不对？所以圣者他不会来跟凡夫讲哦，我证了或者怎样，尤其在《金刚经》也讲嘛，出国二国三国四国的圣者，如果他证果，他还要说他证果吗？不用说，因为证果者的那个境界是觉诸细论，那是无法言说的。如果你还要透过言说，表示你没证啊，你才在这边言说。所以有的人说我证了出国证二国，那就不用相信了。我们引经据典来，哦。这里第七世，这里才有能力去。当然在过程这里如果越来越明白越来越觉悟的话，他当然会转得比较清净，所以他到这里的清净的程度当然比这边还要清净，但是他还有杂染，所以他还要再去处理这些杂染。到了这边的圆满呢，为什么能够不再来不用再父母生身，是因为这里已经转染成净了，就变这样了，没有了，根本没有第七世。所以为什么菩萨道上他比较就近，他是直接解决里面的，哦，我们刚才的声闻法他是怎样砍的，有点像石头压草啊，让他草不长不出来，但是菩萨道是连根拔起，他不是用石头压草的方式啊，所以他会变成这样子。但是这里有曾经杂染的种子，所以他到这里为什么他不用在父母生身，就因为没有第七世的杂染，剩下是第八世的杂染，还要全部出清存货。所以他这边的生死是这样子的生死，这个叫做变异生死，叫做异生身，因为他只是解决这个嘛。我们因为有我们父母生身的话，就必须第七世在的话，他就是要有父母生身，因为他第七会带第八去投胎转世去找父母，因为他里面充满了跟父母的因缘呐，啊，哦，所以到第八第三大欧生奇劫是在处理第八，哎，第八变主角了，第八是变主角，要让这些全部出清存货。清净无染，清净无染就会变成这样子，然后就变这样，就变这样。这个就是成佛。啊，我们画得出来，是因为我们有杂染才画得出来，清净就画不出来。这样懂吗？这个叫法身，法身尽虚空界，因为它已经完全没杂染，它是。完全的清净啊，所以第八世转为大圆净智，有没有？前五世比较婉转，因为前五世是果报，种子在第八世，我们的根身是果报，哎，我们的根身是我们藏在第八世里面的因缘长出来的果报体，所以是因先转，果才能转啊，是不是？哦，所以第八世。哦，就说为什么要三大欧生奇劫，其实是解决我们第六世第七世第八世，所以不是佛菩萨规定，是我们转世成智这么困难，所以第七世转为什么平等性质，
因为第七识就是最不平等的，最自私的就是第七识啊。第七识只为自己工作嘛，我们呼吸、心跳、循环都是自己，都是我们的第七识在工作。当我们看到至亲好友的呼吸困难或是怎么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说我第七识借你啊，如果拿得出来我就死掉了。第七识是没办法帮助别人的，第七识是我们自私自利的泉源，是不平等的泉源啊。所以一直在转说那个平等性，平等性就是让第六识去教第七啊，还没有处理到他的时候，要让他的平等，就是其实我们在转迷起悟，同时也在转染沉静啊，只是他还没那么样子的清净，因为先解决分别我执法执，这里在解决的叫做具身我执，这里解决的是具身法执，所有的执都没了，成佛。其实都有执的，是不是都有执？只是唯识，因为他从相来讲，他比较能分析切割。哦，这里解决是第六识的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这里解决是第七识的具身我执，这里解决的是第八识的什么具身法执，把执分了四大部分。但是如果中观呢，波瑞呢，就叫做自性妄执，一个大原则性就够，就叫自性妄执。球赛的游戏规则都很简单哎，而且要通所有国际哎，不管哪个国家是不是都一样的规则啊，不然就没办法国际赛啊。啊，没几条吧，它很沉静的，它专门提供给裁判用的，分哦去裁判这边输还那边赢还是怎样的，是不是根据游戏规则？但是那个播报员就是唯识。一定要找个伶牙俐齿很快速的一直在讲，哇这个这边如何了呢，一直在形容现象，那是不是一定要伶牙俐齿啊，非常的复杂，主要就是也是又可以去挑起情绪耶，哦可以引起啦啦队或拼命的嘶吼，对不对，或者非常的沮丧或者怎样，那个哇那个所播报员就是就像唯识，游戏规则就是中观，就是波瑞。波瑞是很简单的，但是很难懂，但是懂了我们说如果想通了就乐了，一通就乐，他是通了。性空通乐啊，他是不是才的通了才乐啊，才往上去啊，不通就不乐哦，你就会卡在下面，你就上不去。所以能不能上去的关键是波瑞，是中观系，但是每个高度的景象那是什么，是唯识。唯识就很像哦爬高楼哦，爬了10层20层，我就很好奇外面到底长什么模样，就跑到阳台去看一下外景，到40楼到50楼是不是都不同的外景啊，那是唯识。唯识众相，波瑞众性，众性是在讲大原则性，游戏规则都属于大原则性，是不是都属于大原则性啊？哈，好，那所以呢，什么叫受尽乐？哈，就是五重根，五重尽了、啊。什么叫五重？就是五蕴已经尽了，五蕴灭后而不再生了啦，是无余涅槃乐。因为他如果再生，那就是有余的，那就那个涅槃的的程度不同，它的量也不一样。要到受尽乐呢，是五蕴尽而更不生不再生了，也就是四果能够证到什么？不受后有了，不受后有。初果七来生死，二果一来生死，三果不来生死，到四果不受后有，
哦，个人解脱，能除忧愁烦恼，心中喜乐，哦，能够除掉忧愁烦恼，心中欢喜，是名什么？乐受。如是乐受满足在第三禅中，以是故言譬如第三禅。哦，为什么在第三禅呢？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北传跟南传的说法有一点点，哇，其实是名相上的不同。北传说，南传说五禅，北传说四禅，其实是有一个中间禅呢，有个中间禅，啊，所以它也一样，其实也是五禅。那这五禅呢，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就是从寻思喜乐舍定这些全部都有，一心就叫做定。因为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禅就是要定啊，定就是心系一境叫定，叫做一心哈。好，那寻思喜乐舍，也就是说初禅它是有寻有思的，到二禅的时候它就无寻有事，然后因为透过禅定一定有喜乐的特质，有喜乐的特质。我们因为心缘到外境去呢，不容易很喜乐，是因为我们会看到我们所尬也尬不尬也啊，我们多心呢，我们不是一心的，一心是把心收摄进来。所以有久住心呢，就是要先内住、续住，啊，能够安啊内住，一直一直把心一直要收进来。我们一直往外的话，其实那个喜乐是非常困难，但是收进来反而喜乐哦。所以他这里有寻有事，喜乐舍都有；无寻有事，到这里呢，无寻无事了，这里就超越了语言了。所以呢，它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所谓的喜是第六识，啊，像这里的喜还有乐，这边还有乐，不过这里的乐是属于身根的乐，它也不是前五了啦。其实，因为它只有眼耳身三呢，它只有只剩下眼识、耳识跟身识，它的鼻识跟舌识已经没有作用了。我们现在是八识都有，啊，但是到这里呢，主要是根深的乐。所以我们的喜跟乐哈，是有差别的。苦乐是这个，喜忧喜是这个，我们有忧有喜是第六识。苦跟乐是前五识，哦，原则上是这样。但是来到这里哈，因为北传就比较不去谈中间禅，到了二禅的时候，第六识有喜，这里没有乐了。为什么？因为前五识已经没作用了，已经没有作用。到这里，其实第六识是前五识是没有作用了，它这里还剩下三个。前五还剩下三个，到这里呢已经没有了，没有了，所以他只剩下这里的喜。所以到这里边的乐呢是第六识的乐，不是根身上的乐。好，那我们再来看这里的解释哈。第233页有没有哈，说如果就说用第六识的乐哈，才能够乐受满足，乐受满足。前五识哈，第232页哈，下面第142的这个注脚有没有？的下面说三禅六识分别喜乐，是第六识在分别喜乐。五识相应乐呢是不满足的，五识相应乐是不满足的，哦，更何况其实三禅已经没有前五识了，已经没有前五识，哦，
第233页下面的这个表有没有？146注脚哈。乐受在初禅有喜根，有乐根，有没有看到？哦，它这里的意识指的就是第六识，喜根跟意识相应，乐根跟什么五识相应。但是这五识它是不能分别的，意识及生呢不能满足。也就是说，他的那个五识的乐哈、哦，说实在呢，因为五识的分别能力差，他也有分别能力，他只是自性分别。以唯识来讲说，那个叫做自性分别。也就是说，我们的眼识只是看到人来了，人来了，听到有声音了，但是没有办法去分别是什么人。我们马上会知道说，哦，我是某某人来，哇、哦，好久不见的人。我们内心哎，正好是在想想他的时候，他竟然出现，我们心生欢喜，有没有？那个都是第六识的事情，知道吗？不是眼识哦，眼识他只能说，哦，人来了，阿内尼亚，然后就通知第六识就赶快去做比较深的分别。他不是只有分别眼前哦，他还包括过去哦，他还想到未来哦。哦，这个是我的贵人，他可能来帮助我。哦，那是不是更欢喜啊？或者他是一个讨债来的？哇，糟糕了，我向北虎啊！哦，是不是都有可能？那都是第六世的事情，这样懂吗？五世的根生的事哈、哦，它只有自性分别。所以我们说唯识系的自性的定义跟刚才讲的自性不一样啊。所以为什么要分系就是这样。他的自性分别就是他的分别的范围很小，他只能分别是人来了还是狗来了还是猫来了。前五识那个眼识能做这个很现象上的分别而已，他没有办法去做详细的分别或者过去记忆上面的分别。哦，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这一页的上面哈。也就是说，初禅、二禅它亦有乐受，但为什么说第三禅乐受才满足？哦，那么就回答说，乐所谓的乐有什么？上中下的乐，哦，下者的乐叫做什么？初禅，中者的乐叫二禅，上者的乐就叫做三禅。初禅有两种，哦，一个叫乐根跟什么喜根。哦，乐根呢是五识相应，乐根对不对？哦，喜根是不是就是第六识啊？意识相应的喜根。到二禅的时候呢，意识相应喜根，他没有讲五识哦，因为前五识在二禅已经没作用了啦，因为在定境当中它没有作用了。哦，所以到三禅的时候，它是意识相应的乐根。唯有到三禅才叫做意识相应乐根。你看前面的哦，初禅它是五识相应的乐根，有没有？那二禅呢？哦，二禅因为它的乐五识没有作用，所以它也感受不出那个乐。到三禅的时候，因为它已经转移到变成是意识相应的乐根，这样懂吗？所以好，一切三界中除了三禅以外没有意识相应的乐根，是不是就唯有它三界？哦，我们在欲界来讲的话，我们的乐哦也是在前五识，不是意识。意识是喜忧喜的受，前五识是苦乐受、哦，好，所以呢，是五识不能分别，因为这个五识它没有分，它有自性分别的能力。如果勉强说，因为它还是能分别了，前六识都有分别的能力，只不过第六识的分别能力最强，前五识它是受到第六识的影响。当然，它要五识叫做五个门前做买卖，有没有？一个在家把账开嘛，开账的是第六识。五识呢，它只能说有自性分别，只能分别那个形象、声音、
的悦耳不悦耳，但是在听我们听到了什么，就像在这里我们听到我们在说这些的时候呢，耳是只有接收声音，然后会觉得音质不错或音质很差，哦，有的听不下去，是第六识觉得有够吵的，但不知道在吵什么，是第六识才知道在吵什么，这样懂吗？或者音质好不好，耳识可能还有一点这个能力，这样懂吗？但是内容是什么，那是第六识哦。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内容是第六识在分别，而耳识只有自性分别，只有分别到哦有声音啊，它的音量大小啦，优啊还是很烈啊之类的哈。好，所以五识不能分别哈，因为其实我们在讲大智度论的十，因为龙树菩萨照大智度论唯识系还没有完成，我们现在是回头用唯识真的是可以对照得起来，这是所以这个也是龙树菩萨很厉害的地方，所以他所用的唯识没有后面唯识那么样子的精准，因为龙树菩萨是站在什么，站在中观性空啊般若系的角度，所以他唯识可以分到说哦，他的分别有自性分别跟了境分别，其实都属于了境分别了，只是说有的说法就是哎，它属于自性分别，就是它的范围小哦，而且五识他不知道名字相，不知道名字相有没有哦，也就是他的那个，就是我们说人来了是谁，那是第六识，是某某人哦，比方看门的人说坐柜台啊，不要，就是柜台的人说哦，某某居士来了，某某居士来，讲到某某居士的时候已经用了第六识了，他不止眼识看到，他还用了第六识，前那个眼识没有名字相哦，因为眼识生，他的眼识生如弹指轻，弹指轻啊，他时间很短，他只是接收讯息，剩下的给第六识去做分别，意识已生啊，那个分别的意识就起来了，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五识相应乐根不能满足乐，虽然初禅有乐哦，啊，初禅有五识相应的乐根，但是远不及什么意识相应乐根，意识相应乐根才能够满足乐，所以我们说世间的最大的乐就叫做第三禅，是因为意识相应乐，意识相应的根能满足乐。到四禅呢，已经没有喜乐了，它只剩下舍念清净，它没有喜乐，所以最高的乐是不是第三禅？再上去呢，无色界，就只有一心一心一心，它是更深的定了啦，它是更深的定哦，好，所以于是故哈，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三禅当中呢，诸功德少而乐多故啊，乐多呢，功德就会少，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富贵修道难，有没有？当你在快乐中你忘了修行，在乐中不容易修行，在富贵中也不容易修行，所以反而要有一点苦难才懂得修行，要生死苦迫才懂得修行啊！生死苦迫 畜生也生死苦迫，但是他们又没这个脑袋可以修行，他第六识的分辨能力很差，他没有造作业力的能力，他没有理解的能力，有人说啊，鹦鹉也很会念阿弥陀佛啊，他念阿弥陀佛对他有没有什么意义啊？他只是学到说跟人家 hello 或者什么，他什么话也都能，他也能讲，但是那些话他有没有意义啊？对他来讲没什么意义。哦，只是哎，佛弟子说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就整天在那边念，但是他不知道，不懂得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哎，只有人才能够知道哎。哦，好，所以呢，三禅当中哈，
诸功德少乐多故啊，他没有所谓的八倍舌、八圣处啦、十片处这些。哦，属于八倍舌、八圣处、十片处呢，可以从初禅到四禅，其实都有，关键在第四禅，但是第三禅没有，因为乐，就因为乐，他在那个满足乐当中，他对功德这件事情就比较忽略了。他就享乐嘛，就像天人，他享乐都来不及，他为什么要修行？他没有生死苦迫，那更不想要修行啊。所以天人里头有善根，那真的是很哈、哦，还愿意修行，那真的是很深的善根，乃至有慧根才可能啊。哦，好，所以呢，过三禅啊，更无乐。过了三禅就没有乐了。对不对？因为到了更深的定，那就更没有喜乐，没有乐，哦，所以呢，以是故言，譬如比丘入第三禅，哦，就如同比丘入第三禅的这份乐，哦的这份乐哦，哦，好，那接下来啊、哦，这个解释。哦，哎，在下头，啊，在下面呢，第146的注脚哈、啊，在《大毗婆沙论》也讲了，乐根相应是在第三禅，喜根相应是什么？初禅，哦、啊，跟什么？跟二禅，有没有？初禅跟二禅，哦、啊。那舍根相应，有一个味道地定，味道地定有舍根的相应，还有净律中的禅，中间禅，还有第四禅跟四无色。第四禅，四禅也是舍根，哦，就是它的重点会落到舍根上面啊。其实我们到了这个。出禅之前还有个味道地，味道地定，将入未入之前的，啊、哦，他的那个是用舍根，还有中间禅，还有就是第四禅，还有就是上面还有四无色。只能说它的重点呢、啊，比较在这里，跟这个，而初禅它的重点会在它有寻有事，它还有语言呢、啊。寻事是我们语言的来源哦，到这个以上就没有语言文字了，哦，那初禅会比较在这个喜乐，哦，那这个二禅的话比较在喜上。三禅比较在乐上，因为它这里就几乎没了。嗯，哦，好，所以这个第三禅哈、哦，它功德少而乐多，而乐多，所以后面也会提到啊、哦、哈，下午的课程里面啊、哦，也会提到常常。对，他从初禅天就直接讲到四禅，那二三禅就比较没讲哦。那所以我们下午也可以对照这个图哈、哦，这个表了哦。好，那接下来就是经文里面呢，哦，这个部分讲，因为我们的经文在231页有没有？上面哦。最后一句了，皆得好慧，有没有？持戒自守，不扰众生。哦，皆得好慧。好，所以第233页，哦，一切众生皆得好慧，啊、哦，持戒自守，不扰众生者，哦，好，我们来解释什么叫做。这个皆得好慧，
哦，就说何以故啊？哈，自乐后呢，言皆得好乐。人为得乐呢，能做功德。我们常常在苦中才懂得要做功德，尤其在病苦，或者哦，这个可能即将临终，这是不是非常苦啊？哎，就会很多人说：“师父怎么办？”哦，啊，当然寻求医学之外，靠无形的力量，是不是？哦，那就诸佛菩萨，我们自己要用功啊，种种，是不是？往往都是人为得乐，能做功德。哎，所以说人的苦不一定不好，反而因为苦才懂得修行，懂得做功德嘛。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哎，理解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比较甘之如饴啊，所以比较愿意接受苦啊，而不是要厌弃苦。哦，有的人说，哦，这里很苦，所以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很快乐的地方，其实那个是离此生彼的观念呢。哦，好，那这里说既得乐矣呢，心着乐多故，不做功德，反而得了乐之后，会着乐。哦，心着乐多的缘故啊，所以呢就不想没就会忘了做功德了。享乐都没乎啊，对不对？反而在未得乐，在苦中啊，在苦中其实才反而更懂得要做功德。是故呢，乐后次第心呢，啊，要得好慧。啊，那什么叫做好慧呢？就是说我们不求说马上要能够做功德，但是还要保持着什么？要有慧根呢，要有慧根。哦，不然的话我们在那个福报里面呢就很容易忘失啊。哦，那要有慧根呢，就是我还能够坚持在修道的这条路上，修行的这条路上的话，那么也就是所谓的好慧啊。哦，那好慧是要做什么呢？要懂得持戒自守，不扰众生啊。哦，要能够坚持如此啊。哦，所以持戒所有的不管啊，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到大圣不共法，都一定有持戒这个项目，就为了防止我们往下堕落嘛。哦，持戒是一定要有的。哦，好，所以在第234页哈，第234页呢，这里就讲到说持戒啊。哦，持戒看起来好像就是自守嘛，哦，那么好像也是不扰众生，为什么还要特别提出自守跟什么不扰众生，有没有？哦，那这里就回答说，身口善，身业口业的善是名持戒。这个也站在声闻戒的立场哦，身业跟口业是不是才是造作业力啊？光是起心动念还不算哦，因为起心动念看不到现象啊。哦，声闻戒呢，它重戒相，所以纵然我内心痛苦烦恼或是什么呢，以声闻法来讲，那个不算犯戒，但是菩萨法呢，这个就是不好的种子下去了，那个都是业力因缘啊。哦，好，所以反而那个菩萨戒呢，它会比较怎样？比较严格，起心动念已经在造作业力了。那声闻法师认为做了才算，身业口业展现出来有现象嘛？身业可看得到现象，口业是不是听得到声音？也是像，哦，那个才名为持戒。但是减轻就善，叫做自守，所以他意业属于自守，那也因为自守，所以能够怎样不扰众生，啊，能够不扰众生，啊，所以呢，一切功德，一切诸功德，皆戒身、定身、慧身所摄，有没有？是不是就是戒、定、慧三学啊？啊，其实佛教的
这个修行里头最大的项目就叫戒定慧三学，因为提供了解脱道。佛教不共其他宗教呢，最大的特质就是有解脱的智慧。修善都是共所有宗教，信仰也共所有宗教，慈悲呢，爱心博爱是不是也共所有宗教？唯有智慧是不共的哈。那尤其智慧是提供解脱道嘛，所以解脱是不是戒定慧三学啊？菩萨道一样要戒定慧三学，只不过菩萨道还包括一个叫布施。布施就是等于利益众生嘛，哦，把戒定慧三学能够去利济众生，也是一种修行啊，对不对？哦，那是更大的哦，大圣的一个修行哦。所以呢，言好持戒是戒身舍哦，那好自守者叫做定身舍，不扰众生呢是禅宗此等诸功德是慧身舍，慧身所舍了。就是他这个还是透过用戒定慧三学来看待，哦，好，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里哈，阿弥陀佛。我们待会儿要用斋了哈，那我们先来，供养哈，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